小茹啊，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他了吧？没有，反正现在只是朋友。只是朋友，见面就送你这么大一束花。还有，刚才你们俩去干嘛了？姐，我正要和你说这个事儿呢。 你知道吗？你别看他玩世不恭的样子，但实际上他特别细心，特别周到。我今天过生日，他请我听音乐会去了。什么音乐会？这音乐会4个月前门票就卖没了，我没抢到，所以就发个微博感慨一下。他看到了，而且特伤心，这不。 今天就发信息请我去听音乐会。他对你这么上心，你对他什么感觉啊？我可不敢对他有什么奢望。哎，人家是那么大一企业家，有青年才俊，最主要人那么好，肯定周围不缺女孩子追。我算什么呀？我跟他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别觉得我幼稚啊！我可不相信灰姑娘的故事。 况且我俩认识时间这么长了，也在这方面没表现过。让你说的我都觉得我不认识。你当然不认识这个人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人，我可从来没见过。他叫什么呀？他叫柯世兰。哎，对，还认识那个你们那个齐警官。 确实会让好多人都误解。不过好在最后当时把事情说清楚了。首先我告诉你，齐警官不是我的。其次，那件事情很复杂，绝不是你表面看的那么简单。才不是呢！我问过他，他说帮助别人还遭别人误解是这个社会最大的悲哀。不过他不会难过，他还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别人。他说只有这样。 大家才会重新相信生活。这话你也信啊？我当然相信了，我了解他。你刚认识他几天啊，你就觉得你了解他？姐，认识一个人不在时间长短，也不在见面次数多少，而在于你懂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见他那一刻你就懂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小茹，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。 自己都不见得真的能懂自己，所以你不要觉得仅凭几次接触就能够懂一个人。姐，你又来了，你别开始黑暗论了，咱俩今天不聊这个行吗？行，不聊。但是你得答应我，千万不能轻易做决定，知道吗？姐。 关了，听见没有？你这是什么呀？你这是音乐吗？啊？我要的是音乐，懂不懂？完了，你肯定不懂，就那个。
怎么样？悬疑啊，还有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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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钢琴啊，这个真没有。明天必须有啊。那明天我买套音响去。好的，但是要最贵的。哎，你看过《无间道》吗？就是梁朝伟听的那个。是谁当当当在敲打我窗，当当当，就那个，按那个标准来，知道了吗？老板，你什么时候喜欢音乐了？你没发现吗？我一直很喜欢音乐啊。哦，当然了，我也是今天才发现。哦，原来我对音乐这么有感觉，就跟我对车一样，这是天赋。你能听得出来小提琴拉出来的那种淡淡的忧伤？完了，你根本听不出来。哎呀，嘿，这个好，咚咚咚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嘟嘟。老板，你以后还是少跟那个李罗接触吧。为什么呀？每次你俩见个面回来，你都得神叨好几天。上次回来说什么就要买个咖啡壶，还要手磨的那种咖啡机，说这样才有。老板，你说什么来着？我没记住。那叫腔调，腔调，懂不懂？哦，对了，你不说我还忘了，最近怎么没有咖啡喝了？我跟你说，我还是蛮喜欢那个手磨咖啡的调调的。老婆，我还是给你买音响去吧。好的，先去磨咖啡。琴谱。没错，就是琴谱。人查了吗？查了，黄元俊，浙江人，来本市13年，吴前科妻子吴业在家。黄元俊是柳桃树的销售经理，但平时不用做官，咱们没见过他。齐队，我觉得他俩昨晚没什么问题。老婆，你和小丽接班之前，柳桃树都干了什么？他去了这个地方，好像在等人。手里拿的是什么呀？是个礼品盒，就是那家首饰店的礼品盒。等到人了吗？没有，打了会儿电话就离开了。电话那边似乎也没人接，因为我看他嘴一直也没动过。高飞，你现在还觉得柳桃树和黄元俊的见面没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吗？柳桃树花了这么大的心思做这个首饰，肯定是要送给他喜欢的女孩，但这女孩没在家，他很失望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他还约见了黄元俊，仅仅是因为几张琴谱，你觉得没有问题吗？哦，那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是有问题了。但齐队，你觉得柳桃树他想见的人是谁啊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个人应该是李茹。再来一个。啊。佛朗兹舒伯特。你是不是也太没文化了？那叫弗朗兹舒伯特。听着啊。弗朗兹舒伯特生于1797年1月31日，死于1828年11月19日。哎呦，跟你生日就差一天啊。是吗？你说差这一天差多少啊？真是。他的代表作有鳟鱼、小夜曲、圣母颂、美丽的磨坊女，还有一个是，你要提醒我跟你急啊。还有一个是，我想想啊，野玫瑰。哎，老板啊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？我昨天晚上背的。你啊，昨天晚上背这么多？多吗？我还觉得不够呢。哎，熊，我跟你说，
我背这些的时候，我突然就想起了那时候上学念书的感觉了。那时候家里穷，念不了几年书。哎，你说我当时要多念几年书的话，那今天，当然了，也许还没几年好。老板，嗯，你喜欢上了？什么呀？那个，黎如。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您不会动真格的了吧？熊啊，你见我这么快乐过吗？我觉得其实你一直都挺快乐的。嗯，不一样啊。而且林如给我的绝不只是快乐。嗯，你说这女人除了快乐，她还能给男人什么呀？粗鄙。怪不得你这辈子打光棍儿的，你根本就不懂女人。哎，不对，你不是光棍儿，你有老婆呀。嗯，那跟光棍也差不多。你说你跟你老婆多少年没见了？啊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你既然要娶了她，就要对人家好，你做到了吗？我每个月都给她汇钱呢。给完钱就完了？你当是税务局呢？税务局也不是给完钱就完事儿的，更何况女人呢？所以你根本就不懂女人。哎，你能弄明白女人真正需要什么？啊？这个，这有点难。还是的。我也不想弄明白。哎，老板，你说他给你的不只是快乐，嗯，那还有什么呀？还带来什么呀？尊严。尊严？嗯，这一点对我很重要。跟他在一起，我觉得自己很高尚，明白吗？老板，我有点不太明白。你当然不明白，因为你从来就没有高尚过。但是我明白，而这种感觉是林中给我的。还是不明白。就是说，我在林如的心中是一个高尚的人，明白吗？嗯，明白点了。你看啊，他觉得我是一个慈善家，又有个性又君子。哎，你知道我多享受这种感觉吗？从来没有人这么认为我，这么觉得我。而我呢，喜欢林如的单纯。嗯，这种单纯现在来讲太可贵了，让人觉得干净舒服。哎，老板，嗯，你要是真喜欢他，那还不简单，直接就给我闭嘴，懂个屁。哎呦，我怎么说脏话了？林如和其他的女孩不一样，啊！我要是对她那样的话，那我们之间的一切都不可能延续下去，不懂吧？我要保持我在林如心目中的形象。我们如果接触的越深，那她就越了解我。当然，我也不怕她了解啊，但是我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就没了，我很在意这个形象的，所以她和其他女孩不一样，明白吗？老板，我明白了。哎，跟林如在一起吧，是一种纯粹的快乐。所谓距离产生美，
我要严格把控这株酒。来，继续。菲利克斯门德尔松。刘总，第一次听你弹这首曲子，真美。这曲子是我昨天听音乐会听到的，今天就随手弹了。听音乐会去了？嗯。难怪电话没人接。嗯，因为柯总知道这音乐会的门票我没抢到，正好他那有两张，就叫我去了。对了，刘总，昨天我听音乐会把手机放静音了，所以就没给您回复。本来想昨天给你的，生日快乐。谢谢刘总。这个我要不了，只是我一点心意，不用拒绝我啊。我先接个电话。冰冰，齐彦南50万汇款出处查到了，给谁了？张玉凤。什么人？还不清楚，正在查。抓紧。冰冰，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啊，正好碰到黄院，他问咱们的进展情况。怪了，他怎么这么关心这事儿？这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吧？是不是你跟他说了齐彦南的情况？我，他毕竟是咱领导，我就……侯娟，我希望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你都记住，你唯一的身份是一名检察官。黄院指示啊，让咱们和齐彦南正面接触一下。这个案子是陈院交给咱们的。再说，再说什么呀？再说，连陈院也关心齐彦南的调查进展情况。是，你之前是说放缓对齐彦南的调查，让他能和柯世兰放手一搏。可现在时间也过去这么久了，这案子不能总挂着吧？我明白，黄院根本没有权利过问这事儿。而且他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关注这个案子，肯定是有人跟他吹空、递个话。哎，但不管怎么说，齐彦南现在出现这么大的疑点，这案子咱总得办吧。冰冰，你想过没有？齐彦南要是没事儿还好说，一旦证实他真的受贿，你这样为他拖延调查，是什么性质？对你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这些都不是我考虑的。如果齐彦南真有问题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可现在的情况明摆着就是有人在反反复复地抹黑他，我们的任何行动都有可能成为那些人的帮凶，这个你考虑过没有？说实话，冰冰，齐彦南有没有问题我不在乎，我在乎的是你。我怕你因为这事儿受到牵连，你明白我的意思。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，以现有的证据，我们都应该和齐彦南正面接触一下了。Thank you.
七队，有一名男子进的秦昊，车还停在外面，车牌号是海 NL0023。好，明白。小李姐，人开门正常做生意，来个客人也需要报告啊。他看起来不像一般的顾客。不知刘总手里还有多少钱可以用？具体的数量我也得让库房核查一下。我印象当中大概是一两百台吧。那就好，有货就好。我可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，剩下的就看你柳老板的了。该出的货我一定出。好，再见。小丽，车牌查过了，出租公司的租赁车。好，就这样啊。查一下租车人的信息。小倩，哎，戴军，检察院都来了，说要找你聊聊。他们可真会挑手，我这正在这儿。你这事儿我帮你盯着。他们态度挺好的，谈话没有伤规格，你小子不许犯浑啊！你那些事情早完早了，知道吗？去吧，在会议室。哎，等等，注意态度啊！两位检察官有什么问题吗？是这样，我们对你的账户和资金往来做了一些调查，终于查到我没什么问题了吧？我们发现有50万的进账，来源不清晰。什么意思？齐队，其实你很清楚，不管是我们接到的举报，还是黑三临死前念叨，都是50万这个数字，可那段时间正好你的账上多了50万。你是一线老刑警吗？你明白我的意思？明白。我们想听你说一下这50万的来龙去脉。你刚才有句话说我是老一线刑警，那么你就应该明白，如果我真的收了50万的贿赂，我也不会蠢得把这钱打进我自己的账户，这是最起码的常识。所以我们想听你解释一下。林姐，你就那么愿意相信我收了黑钱是吗？请你正面回答问题。好，钱是我借的，又借给别的人。你们既然想查我，这功课做得太不仔细。这三个人是我的朋友，也是我的债主。每个人我借了多少钱，写得清清楚楚。三个都是我的发小和死党，最短一个和我认识的也有13年，不存在任何工作关系，也是我在当警察之前结识的，你们打电话就能核实。查清楚这一点对你们来讲很容易。我找朋友借钱不算违规吧？齐队，这不对啊，上面只有45万，还有5万呢。找我妈借的。那就麻烦齐队把您母亲的名字、地址、电话写清楚。还有，
那笔钱去哪儿了？我借给另外一个房友了。这个关系到个人隐私了。你们是想知道我这钱是怎么来的，不是怎么花的，对吗？还有，既然戴局跟我说你们只是来随便问问，那么随便问问，我已经回答得很仔细了。就到这儿。齐队，你说的情况我们都会一一核实，当然也包括你的母亲。我明白，但我有个请求，别吓着我。没问题。谢谢。我去趟建南妈妈的茶馆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我一个人去比较好。你去核实另外三个人吧。齐队，齐队，我查到了，找柳桃珠的那个人呢，来自浙江，他在当地也做琴行生意，三年间来滨海一共往返五次，但在当地和咱们这儿都没什么不良记录。什么地方人？平川。平川。确定吗？没错，是平川。这事儿怎么了？之前省厅有线索说，柳桃珠跟平川一个叫花姐的毒贩有联系。人呢？小丽姐已经派人跟着了。行，挺好。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尝尝阿姨自制的养颜茶。口感好，味道正，还养颜呢。谢谢阿姨。还有这绿茶瓜子也是阿姨自己煮的、哦、吃啊。哎，您别忙了，赶紧坐会儿。哎，好好好，我坐这儿。哎呀，冰冰就是好看，阿姨怎么看都看不够。阿姨，我今天来、哦、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今天怎么抽空过来了？小南没和你在一起？嗯，刚才我们在一起来着。刚才在一起？哎，这个臭小子还说他在局里上班呢。还是我们冰冰好，什么都不瞒我。哎，你们都干嘛了？哦哦，你瞧我这话问的，不用回答，不用回答。哦，你刚才问什么来着？啊，嗯，我是说我今天有点事儿想问问您。好，那你就问呗。你问，阿姨什么都告诉你啊。嗯，阿姨，哦，等等，冰冰，你能不能改改口，不叫我阿姨了？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呢，就是和小南他们同事叫的一样，叫我齐妈妈。我喜欢孩子们这么叫我。好啊，齐妈妈。哎，哎呀，你看看冰冰，你一叫吧。怎么就听着和他们不一样，听着舒服。那什么事儿来着？怎么，有新情况？李明说小齐的账户上有50万，来路不清楚。又是50万？肯定是碰巧了呗。他哪儿来的那么多钱？不知道。你怎么这么不以为然？我虽然不知道他这笔钱是怎么来的，但我知道他肯定没问题。让他们查，很快就清楚。瞧你的从容劲儿。马局，小齐这小子办案的时候出什么怪招，捅什么娄子，我都相信。但唯独这违法乱纪的事情，我用我的警徽担保，我相信他肯定没问题。你就放心吧。我对你的态度有点担心，你有点过于感情用事。不管怎么说，检察院正常调查，我们要全力配合。人家虽然对我们网开一面，我们不能因此而疏忽大意。一个普通的警察，户头里一下多了好几十万，这正常吗？这毕竟是很敏感的事情。是。那您的意思是，
小齐的工作依然照旧，但是对他的关注要恢复。您还要见识他？法律是重证据，在证据确凿之前不能感情用事。林冰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检察官，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线索，人家能够理智对待，我们更不能掉链子。这事儿你全面安排。明白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准备吃饭。哎，今天怎么这么乖，知道回家陪你老妈吃晚饭。我哪天不乖呀？瞧你这话说的，话里有话。先吃饭。先吃饭。吃完饭干什么呀？吃完再说吃完的。妈。嗯。您这么严肃，我可都不敢吃了。真不敢吃了？吃不下了。那咱就先不吃。聊。妈，您是不是又给我安排什么相亲的事儿啊？这回有谁呀？不是，你看着我干什么呀？行啊，小南，还瞒着妈。他们是不是找您谈话了？没有，是来了。说什么了？我想听听你是怎么说的。小南，你们是不是有新规定啊？公务员不让买基金了？嗯？没有啊。不是，他们都说什么了？不是他们，是冰冰。林冰来找的您？啊。你们聊什么了？什么都聊。不过冰冰绕了半天的圈子，问我是不是给了你50000块钱。我说是啊，是小南帮我买理财基金的。他又问我会不会记错，这我哪记得错呀？儿子难得有一回经济头脑。哎，当时我要多给你一点，你说不用不用，还记不记得？我记得。那你说说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我是觉着哈，这个冰冰是想考察你一下，到底是不是一个能持家过日子的人。妈，他除了跟您聊基金的事儿，没聊点别的？聊，聊家常。但我一眼都看出来了，冰冰这是想考察你。行啊，终于走到这一步了，哎，妈高兴。他没聊点让您不高兴不舒服的事儿？没有啊，挺舒服的。哎，小南，我告诉你，冰冰啊其实没怎么正式谈过恋爱，她一直是跟她妹妹一块儿住的。这个孩子我发现，哎呀，顾家懂事，还会疼人，最主要这孩子仁义。行，您这一下午了解的够清楚了，您这应该上我们单位工作去。过两天把他约到家里来坐坐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们到底发展到哪个程度了啊？哎呦，什么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您还让不让人吃饭？我都快饿死了。你不告诉妈，我有他电话，我还懒得理你呢。哎，您别给他打电话啊。那我发微信。他是什么人？
这人之前去过柳桃洲的琴行，和他见过面，平川来的。平川来的？这是小丽跟拍的录像，找人分析过了，电话的内容大致意思是和柳桃洲见过面了，他最近很快有批货要发往平川。你的意思是他是花儿姐的人？对，但表面上很干净，在平川也只是做琴行生意的人，用钢琴夹带毒品，不大可能吧？而且以往的走私夹带都会选择便宜的商品或者是建材之类，用钢琴夹带成本太高。他们又选择了经营了7年之久的公司直接做这笔买卖，风险太大。我觉得这是他们最聪明的地方，只要利益够大，成本高点不怕，跟成千万的毒品比起来，几架钢琴那真不算什么。况且他们在平川真的有琴行，一样可以把钢琴卖掉，亏不了多少。戴军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正是因为他们这种非常规的手段，所以隐蔽性更强，也更容易让我们忽略。说了有道理。所以不管怎么说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他们很可能很快就有新的行动。这倒是一个人赃俱获的机会，但是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太少，时间又太紧，柳桃珠很可能随时把货都发出去。有什么办法可以摸摸柳桃珠的底？办法倒是有，说呀。但是是我不想用的办法。你别问那么多了，到时候告诉你结果不就行了吗？你小子别乱来啊！我又不想当局长，我乱来什么呀？走了。哎，小七。啊。他跟你都谈什么了，林斌？没说什么。没什么。戴雪，齐队。哎，行，你先去忙去吧。哎。戴雪，您找我。把门关上。哎。戴雪，我能不关吗？不行。怎么又是我呀？找我什么事儿？如果想坦白问题，可以直接去我办公室。我坦白什么呀？哎，你这么说有意思吗？连我借钱的事儿都能给翻出来，是不是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可以查了？我告诉你，找不着就是没有，赶紧结案，挺好。找我来就是说这个呀？那我也告诉你啊，首先，结不结案不是你说了算，其次，也不是所有疑点都排查清楚了。那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么多。对了，以后有事打电话给我，也可以去办公室。这种见面最好不要再有。不是，你着什么急啊？这么好的景色，你就不会好好说话，急什么呀？到底什么事儿？说吧。你是不是去找过我妈妈？正常程序。谢谢你，没吓着老太太。就这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不是，我还没说正事儿呢，请你帮个忙，帮个忙行不行？你这是请人帮忙的态度啊。行行行，
我重新端正一下我的态度。姐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行吗？说。心。